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Music Panda Day。我觉得 Rubber Band 咧，由我认识到佢哋而家咧，俾我感觉都系佢哋系好成熟，大家都好 kind、好 nice 嘅一班乐队嘅呢四个成员。点解我会拣佢 Simple Love Song 呢一只歌咧？呢一只歌其实我十年前我记得我听咗佢呢只歌，呢只歌派台嗰阵时，我已经系非常之中意，因为有啲元素系Mr 唔会做嘅。咁然后我仲记得十年前咧。見到阿六號，我已經同佢講話，哇！呢首歌好好聽，咁好多謝今日可以有機會俾我可以 cover 佢呢只歌，即係可以三個字講曬老朋友，因為同一年出道啊嘛，咁好多畫面勾起咯。咁其實都正正呢十幾年，大家兩隊樂隊係有經歷唔同嘅事情啦，有高有低啦。咁其實頭先我講嗰三個字老朋友，其實裏邊係包含咗千言萬語嘅，咁所以今日係好開心嘅，可以又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可以大家。同阿寶志倫一齊去唱下歌咁樣，我揀咗呢首其實係一首佢哋好似冇派過台嘅一首，但我覺得好冧嘅歌，叫《小傳奇》。原因係因為我同我太太啊，添女都好中意首歌，同埋我記得個畫面好都好 sweet 嘅。其實有一次就係我同我太太啦，再加埋隊友去睇Mr 佢哋喺紅館音樂會。其實阿倫係唱下呢首歌嘅時候，就喺個 intro 定係，因為嗰時啱啱同太太結咗婚，係2012年嘅時間嚟嘅，咁啊送呢首歌俾我哋，咁我覺得哇！即係我覺得好冧，所以就想唱呢首歌啦今日。什麼反應算是動心？飄遠了靈魂，誰人說話總聽不到？站也不穩，真切美麗情感，獨我一人有所問，只欠觸碰質感，未看到真相，早已被轉讓。或当我很爱这对象，离开只叫我原谅。Ooh, I can't write simple love songs, just can't write simple love songs。很想结局完美，付出不依情悲，最美却被丢弃。繁复的恋爱又怎知爱是简单的道理，难保一世白费心机。虽不好脑里又重温且冷冷凌晨，和谁爱着总太曲折，动魄惊心。三角柱立情感，纯粹不幸，每一人都也壮烈牺牲，未看到真相。早已被转让，或当我很爱这对象，离开只叫我原谅。Ooh, I can't write simple love songs, just can't write simple love songs。很想结局完美，付出不依正比。最美却被丢弃，繁复的恋爱又怎知爱是简单的道理？情歌写到阵痛泛起。
I can't write simple love songs. Just can't write simple love songs. 很想结局完美，付出不知情悲，最美却被丢弃。繁复的恋爱又怎知爱是简单的道理？难保一世白费心机。我想天涯浪荡更感性，在恬静海角去跟你疏离世俗与繁荣，跟我淡泊富贵艰辛都高兴，就以谈恋爱来成全二人使命，成地厮守都会传奇，没有呼天不会叫地，那套殉情记怎凄美，难及享福的甜味，虔诚地相恋那需要大众铺张，照人妒忌笑口亮似一同日日看夕阳，就这样间破，再给我轻言吻在你脸庞，一切尽在心底，竟比喧哗更矜贵。若这是真爱，我敢对天来发誓。虔诚地厮守都会传奇，没有呼天不会叫地，那套殉情记怎凄美，难及享福的甜美，虔诚地相恋那需要大众铺张，照人妒忌笑口亮自已很美。换就算寒舍相熟，流舍相妻，身世放低，衣着朴素，就算不修边幅，让我爱你，你爱我胜于一切。成地厮守都会传奇，未算风光都算细腻，来年白发时手牵手庆祝感分跟转气，虔诚地厮守要子孙活到百岁，依然细腻我俩笑口太优美。Panda 又嚟啦，我哋欢迎 Alan 同埋六号，多谢大家 ，thank you。各位网友中意我哋节目咧，记得快啲疯狂 CLS comment like share。
係啊，我哋呢個節目係好好笑嘅。我哋首先介紹嘉賓之前咧，我哋一定係要 sell 咗自己嘅 channel 先啦。記住 subscribe 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 啦。幾多歲開始夾 band 嘅？哇！阿倫講先啦，十幾啦，十六七歲啦。係啊，其實夾 band 嗰陣時係點樣？即係唔係喺香港嘅讀書，咁又自己玩吉他，然之後就啱啱就認識咗阿飛哥，有個表妹，大飛嘅表妹，大飛嘅表妹，大飛我哋講下，即係話翻俾觀眾聽咧，其實就係即係 Alan Math 阿龍大哥，吉他手、鼓手，係啦，咁啊咁樣認識到佢，咁佢一個好細小妹妹嚟嘅嗰陣時，但我嗰陣時都係小弟弟啦，咁啊同佢開始夾 band 先，同佢開始表妹打鼓㗎，係，跟住咧。我就其實係嗰陣時，因為有個比賽喺我哋大學三年班，我贏咗，咁就搞手就係、是、有一個都 YouTuber 係你應該識嘅，孔飛龍嘅 Oliver。Oh, OK， 哦、oh, ，Oliver 就係我哋嘅紅線啦， oh. 就將我介紹俾其他隊友喺講緊。2004年、2005年到咯，打後嘅一兩年都成日都叫我啊，幫阿手唱一下啲 demo， 幫阿手啊做一下一啲廣告嘅一啲啊唱一下幾句啊咁樣。幫阿手咯，幫阿手咯，幫阿手即係冇錢俾嘅。有嘅，咁好啊！咁我想問下，即係嗱，我哋回到初心啦，有冇一啲係即係刻骨銘心嘅嘢可以即係講一俾大家聽咧？唔係，即係其實我同 Mr 嘅隊友係飲咗嘢同埋食咗嘢之後咧，食咗嘢之後係啊，係點啊？大家食咗啲咩先？即係大家喺玩音樂嗰陣時咧，即係就會突然間好 synchronize 到大家。冇錯啦，最刻骨銘心夾 band 最好 feel 咩咧？大家都喺 in sync 咗一個狀態，然後大家玩 cover 歌好，最初頭都未去即係話寫歌噶嘛。係因為大家喺夾一啲嗰陣時夾 Radiohead 啊，夾 Coldplay 啊、Muse 啊嗰啲嘢。Beyond 咁乜都好啦，咁然後係大家 synchronize 咗大家嘅諗法，先後之後就係、是、哇呢樣嘢好刻骨銘心啊！大家就好成日都成日想一齊啦，即係玩音樂就乜嘢都講啦，開始咩都講就我哋就開始會創作啦。六號咧，我嘅刻骨銘心即係當阿 Oliver 介紹咗我俾阿魏森啊同埋其他隊友啊，我記得嗰晚係一個我其實係將我帶我去佢哋四個面前試音嘅，當時係2004年，好印象深，因為2004年我喺港台講，我做咗兩年鬆少少啦。你拍咩㗎嗰陣時？嗰陣時我拍教育電視啊，係中文科，性教育。Miss Chan 㗎，性本線唔係我，性本你有做主角係嘛？咁嗰晚試音嗰陣時已經同我講話，其實呢對嘢係想發碟嘅，即係出唱片。但係我嗰陣時就好，即係個世界就覺得好單純，又嚇出碟即係要做星啊。咁我屋企就比較保守嘅，就覺得咁樣即係好似成件事就好似唔應該咁樣發夢嘅。試唱完啦，佢就叫我行出去嗰個 band 房話，佢哋諗一諗。佢哋商討，好似啲評判。我自己咧，我亦都有自己嘅 agenda 嘅，我自己就覺得其實我就唔想同佢哋玩住，因為我覺得係個屋企影響又好咩都好，比較個人比較歸。咁終於點樣可以改變你嘅？當下我係即刻拒絕咯，即係我就冇絕嘅話，其實大家如果想去到譬如阿魏森話去出碟，我就覺得我未係時候去做呢件事嘅，未 ready。我同佢完全相反，我哋夾 band 係完全冇諗過話要出碟嘅，即係純粹係話成日都唱英文歌，不如就唱下即係自己創作一啲中文歌，可以表演嗰陣時唱下中文啦，同埋自己中文始終都係自己母語，唔係咁容易嘅出唱片，係啦，完全冇諗呢樣嘢嘅，純粹係好純粹幾條友一齊喺個竇裏面食嘢飲嘢同埋玩音樂咁樣咯。食嘢，我中意你成日講食嘢飲嘢係啊，因為即係一齊食成日食飯啦，打邊爐啊，即係個叉雞飯咁樣係就可以升到啦。係啦，係啦。咁不如唱首你影響你唔係即係你好中意一隊樂隊嘅。其實我就因為咧，其實揀呢首都係有一種好得意嘅感覺喺裏邊嘅，即係我哋樂隊 Rock Band 俾人認識嘅一隻歌嚟嘅，就係認錯我哋嘅自己 cover 版本。其實大家 band 仔咧，以前細個係會好介意人哋會覺得自己去聽呢啲 pop 歌啊，或者甚至乎去唱 K 啊。我想同大家講，其實 band 仔好中意去唱卡拉 OK。好，交俾六號。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
自己，一个人走在傍晚几点的台北 City，当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And I hate myself， 要长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要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 当这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And I hate myself， 要长夜追逐梦中的你，明天只剩哭泣的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要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怎么告诉你我爱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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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因为六号佢拣咗认错啊嘛，咁其实咧系呢个系台灣的 Air Supply 嘛，你講緊咁啊？香港其實 Beyond 嗰種 band 仔味其實都有一啲類似咁嘅話題嘅，都好鬼冧嘅歌嘅。咁呢只歌我諗翻起嗰陣時咧，點解會聽嘅呢只歌咧？係就係每一個香港 band 仔都會睇嘅，就係 Beyond 91年嘅演唱會嗰只碟，係喪煲嘅，係個個都係記得曬嘅，係啊，記得曬。咁呢只歌就唔係家區唱嘅，係加強唱嘅。咁但係呢只歌係家區寫嘅。我覺得家區除了寫一些很好 rock 好搖滾啊嘅歌之外，啲情歌都真的很好聽。咁我今次就互相輝映下你的認錯。係咯，你真的很有心機。呢只歌有個錯字，係咯，因為是錯也再不分啊嘛，係咪先？好啦，我諗呢只歌。天空中阔宝共行，抛开恩怨共斗争，浪漫的感
觉弥漫我心间，在笑意里之间是最痛快一刻，莫要去理他真与假，是错也再不分，任意去再天真，愿永远也一起靠近，不改变。终于今天可跟你，北风中远望四周，平凡的一切原是那么好，在笑意里之间是最痛快一刻，莫要去理他真与假，是错也再不分，任意去再天真，愿永远也一起靠近，不改变。在笑意里之间是最痛快一刻，莫要去理他真与假，是错也再不分，任意去再天真，愿永远也一起靠近，不改变。最欣賞的唱作歌手，你哋有冇 anyone in mind 咁樣嘅咧？幾覺得咧，近依兩三年真係好啲嘢，好嘢翻嚟。係係，同埋啲唱作嘅歌手咧，係真係好有 character。係，因為一路以前其實譬如2000年嗰陣時，我開始夾 band 啦，即係夾 Mister 嗰陣時，我有一段時間我係真係冇乜點聽廣東歌。因為或者嗰陣時好偶像派，Twins 啊嗰類，咁又冇樂隊啦，咁嗰時我就喺個即粉細就足啲啦，咁就少啲聽廣東歌。但去到而家咧，反而而家係唱作人多噶嘛，然後你會聽到譬如林家謙啊、Serenity 啊，即係仲有其他一啲新嘅樂隊都好多而家，嗰啲 sound 咧係你之前唔會聽過。出得嚟做歌星一定要寫歌同一起碼，即係而家係有呢樣嘢咯。邊雙就其實嗰種唔係好識唱歌啊，但係個樣靚靚地啊，靚少少靚仔啊，就可以出嚟做歌手。呢只你小心啲講嘢啊，話俾你聽，你咁樣講就唔係呢只都好，呢只都好多咁樣。佢咯，例如咧，即係我呢啲話，係啦，冇錯，係我翻翻即係而家好似少咗呢類，係就多咗啲係真係 talented 嘅人。咁我就好欣賞嘅，其實真係係啊，因為。咁我想問一下，而家我哋講到咁多，不如試下唱一下你哋揀嗰兩隻歌啊！好啊，其實我而家近排真係好中意林家謙嘅作品，咁我覺得佢喺佢啲旋律裏面揾到一種好獨特嘅氣質啊！咁我就揀咗佢一隻歌叫做《時光倒流一句話》。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忙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超能力，能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上帝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趁力凭情动不等豁免，
其實我不必而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做，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世还做朋友。情愿你有独心的超能力，发现我的心计提早阻止，台词若讲错了已被玷污的友谊，恐怕不易再清洗，回头又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必而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做，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我喜欢你演好另一种男朋友，实我只想未曾笨到搞不清楚你先开口，我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像很荒谬，难题是时光未许倒流，明日只可向下流，尴尬到自己的人假设还未够狠，反了念出走，后面皮鞋演好友。完美，thank you。好，咁咧，Alan 唱完，其实林嘉欣我都好中意，即系之前喺一个电视节目上超级，我都有唱佢另一首歌。Just carry on 係咯，係林嘉欣我都好中意，大家都中意啊，係咯，林嘉欣係嘛，林嘉欣都中意嘅，都中意嘅，我都想推介啊，李嘉欣 ，Serenity， 我都中意，係啊，因為咧我同佢其實好得意啦，即之前有做過一個我翻去港台梁家做主持，主持一個叫鏗鏘笑節目，咁啊同佢傾咗個下晝咁樣啦，咁覺得好有趣呢個女仔，咁但係咧我有個嘢其實可能未必好多人知，即係其實我同佢淵源係。有一年啊，講緊係做咗樂隊之後咧，有一年唔係有一首，有一年係有一年啫，成日都去到嗰個位置。對唔住啊 ，sorry， 我忍唔住啊，對唔住啊，你哋鬧我啦。咁今日想揀嗰首歌，其實係唔知點解咧，我覺得好升嘅同佢，即係其實都好，我哋啲 band 嘅朋友都中意聽呢首歌。咁啊，好得意嘅一首中文歌，但係係英文歌名叫《Let Us Go Then You and I》。快乐就笑着面对，微笑活着是乐趣，今天最快乐是谁？是你，是你对不对？谁谁最坚强？谁最善良？谁就会更高尚？悲伤最放任面对，没眼泪放于心里，浪漫潇洒抛一句，快乐未一定会紧随，晴天响雷，天空似快要流泪，假使什么都不对，假使什么都失去，
转身灰暗又占据心底里，继续去失望疲倦害怕什么都击退，感激着昨日是谁，甘于勇往又是谁，天空若突然沉重得暗影不退，困倦里放心去吧，你有我在这里。找不到自信面对情绪又荡来荡去，但是不甘心归去，放弃像最易最干脆，而你坚持再豁出去，再戴上勇气的面具，想做的又再告吹，怀疑到自尊粉碎，我最多走到这里，以后要靠你冲过去，你冲过去，这一次迎住眼泪。今天什么都失去，消失漫天烽烟里，这生命未来其实开藏于手里，继续去克服疲倦害怕，一转身击退，推翻认知的琐碎，写生命新的一句，今天就克服磨练，抛往光辉去，进或退，放心去。假使什么都失去，这生命克服磨练，打也打不退，继续去，失望疲倦害怕，一切都击退，感激着昨日是谁，甘于勇往又是谁，若突然沉重得暗影不退，继续去放心去，开发你新的秩序，放心去。咁啊，兩位啊，即係我想問一下，咁你哋啱啱出道嘅時候，你哋有冇大家比較或者係一啲隱形嘅 competition 咧？假想敵嗰陣時，我哋個風格真係幾唔同，係咁，其實已經唔需要太多比較，
起碼有人陪先啊！即係譬如咧去啲誒咩頒獎禮啊，去啲誒啲有啲 event 啊，起碼都有另外一隊 band 去陪下大家，反而就係開心啲。啱啱去嗰啲乜誒太陽計劃嗰啲咧，我哋係被誤會係 square 咁樣嘅，試過係啊。咁你其實你係嗰陣時去猛就、我哋 band 嚟，樂隊即係咁啊嘛。但係咁有時又會去後有 rubber band 喺度，喂樂隊就一堆噶啦、嗯，然後或者組合就一堆嘅。樂隊就通常就一齊喺出邊門口食嘢啦。係咯、啊。食嘢咯，我想喺呢度介紹下今日我哋嘅 family， 係我哋今日請咗槍啦，係啊，大家係見到即係喺阿丹兒隔離咧，有我哋嘅即係冷面吉他手 Andrew 啦，咁佢亦都係一位 band 仔，就係冷面啊，臭唔係湯面嘅，係啦。哦，sorry， 係朱紅樂隊嘅係啦 ，Andrew 啦，係啊，咁啊，亦都喺我後邊，亦都係有我哋嘅非常之喜愛嘅 bass 佬 Jackie 啦，係 Jackie Man 喺我後邊啊，咁啊，即係撐翻今日嘅主題啦，喺啊，翻翻頭先個問題啦，咁我想問下你哋有冇即係喺呢一個過程咧，有冇遇到一啲唔高興嘅嘢啊，或者係一啲好難搞嘅，即係啲挫折啊、低潮啊，而令到你真係想？算啦，不如我哋放棄散 band 算啦。你哋有冇遇過啲咁樣嘅嘢？梗係有啦，過嚟聽下。即係通常樂隊會有低潮期啊嘛，低潮期即係創作上嘅樽頸位。嗯嗯，因為去到樽頸位咧，大家意見唔同啦。係一對 band 一意見唔同咗咧，嗰做嗰啲音樂啊，嗯，你係會聽到聞到陣味。其實係即係就等於就話頭先有去最開頭，哇！最 enjoy 咩？大家 synchronize 係啦，我記得你咁講 synchronize 係啦。咁喺呢度打出最辛苦就係去到樽頸位啦。係咁，所以真係有時話點解譬如 Mister， 我哋舊年做咗十周年之前嗰段時間，因為我哋要教歌教成16隻新歌，係咁喺嗰段時間已經係大家好多嘢，哇點教啊？係點成啊？因為我哋真係要教到出嚟。咁呢個就搞到大家咧，就變咗個溝通上咧，就即係大家夾 band 就一定會明啦、嗯。因為有件咁大件嘅功課，咁呢樣嘢咧真係唔係咁容易，好吃力嘅。咁如果做完之後，大家帶出去，大家唔可以休息下啦、嗯。即係然後唔想見，係啦，就會大家各自就做下自己嘅嘢。啲人成日問我：喂 ，Alan Poole 你借 solo 得啦，唔做 Mister？ 唔係，絕對唔係。我好想做 Mister， 但係時間真係學你話齋，湊仔。搞學校，有個又唔喺香港，成日喺澳門、嗯。其實你點搞呢？咁夾 band 你為咩先？你為咗就係大家做音樂啊嘛，而唔係真係收歌揾人唱。即係呢樣嘢我接受唔到。講得好好啊！真係我接受唔到，我寧願呢樣嘢咁，不如我自己做都得啦。即係如果喺樂隊裏面要去到咁做嘅話，其實嗰樣嘢就唔係 Mister 嚟嘅。但我係會向好方面諗嘅，即係總會大家即係總之大家隊員大家開心心健健康康。點會冇可能唔翻起翻埋一齊啫 ？LMF 都係啫嘛，係咪先？我哋每年都話散 band 噶，係啊，我哋每年都解散，但係唔知點解每年都會有個演唱會final 完就再 final 咁樣嘅。六號咁好啦，你嗰邊啊，係啦。最差嘅一個感覺，記得其實可以講一隻歌啦，發現號嘅一個錄音過程都係好，即係嗰種都係好不明白嗰個運作係點樣。嗰陣時其實係。發現號係我係唔係好想做嘅，因為其實叫做入咗行嘅公司都好照顧我哋，覺得入咗行兩年，有人開始認識，嗰陣時係2009年嘅音樂會，咁約定俗成香港地都係要有一首歌去幫你宣傳，咁發現號就係呢個第一個音樂會《Constant Number One》嘅主題曲。嗯嗯，我記得嗰陣時我係之前應承咗同當時嘅女友，即係而家太太去歐洲旅行嘅。咁又你要去旅行嘅同時間，你又要寫歌詞，其實不斷俾監製追啊。係啊係啊係啊！翻到嚟其實啲隊友又話係會大家，因為我就寫歌渣啲嘅，佢就一人諗住寫個 demo。係。到最後都係我臨到香港嘅時候先有得聽，但係已經話五日後錄啦。咁係好唔～我都聽過。唔舒服呢種感覺，我係發脾氣啊！錄音我掉爛咗個 headphone。估唔到你會發脾氣喎，因為嗰個壓力係由我西班牙帶到嚟香港。係啊，即係你諗住旅行，點知就又話要交歌詞，又成呢啲乜嘢？跟住但係你換嚟一句就係。即係係咪頭先個錄音嗰啲啊？係啦，就係佢話都係咁噶啦個世界。12年前係一首唔係咁中意歌，但係慢慢攞佢出去演出大大小小嘅音樂會，見到好多觀眾係因為首歌中意同埋係 move 到人咧，即係感動到人，自己就會覺得呢首歌原來嗰個故事佢起點係比較對我嚟講唔係一件咁好嘅事，咁快樂嘅事，但係原來咁耐以後就係睇翻其實一件好即係有金有苦嘅事咯。好歌都係要咁樣即係掟爛喺風裏做出嚟。森林就係俾老細話有隻歌我係想 plug， 佢唔中意，咁我哋大家好失落。
就是、在他的房間寫的，我是寫咯，是咯，剛才講回就是說有沒有即 Rubber Band 有沒有怎樣互相影響，我很想說其實阿波羅是影響了我寫遇到了的。哦，是啦，因為那時候呢因為真係得 Rubber Band 係廣寫廣東歌，我哋得我哋 Mister 啦。咁我哋本身嗰啲咧就比較唏噓少少，搖滾少少 ，rock ballad 啲。跟住然之後我話真係阿波羅真係幾好聽喎。咁我哋就喺 band 房，咁我就拿吉他啊嘛，哇！就用呢個心情，我就寫咗遇到了。所以你話係咪叫做係咪特登要去比拼？唔係，其實反而俾你 inspire 咗，又寫下啲唔同嘅類型，就有唔同類型嘅。嘅 Mister 嘅作品，因為呢個神奇之旅係我一直都係幸運啦，條路係好長嘅，我覺得。咁大家Mister 我哋遇過嘅嘢，其實話俾大家知，我哋冇遇過，梗係冇人信啦。咁大家一定有自己方法解決咯。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喺呢條咁長嘅路裏邊繼續一齊咯。即係呢個都係都係好感謝大家一齊互相體諒，明白，明白好緊要。明白係有一次又係做一個。特輯叫好想藝術，咁啊訪問填詞人周耀輝老師，咁佢講一個狀況就係，如果我哋兩個傾偈，我哋講啲好顯淺嘅字，但係你一句都聽唔明，其實呢個 conversation 呢個對話冇意思嘅。啲人真係講太空人話。咗其實呢個對話就已經好有生命力，好有意義。係係。咁我覺得原來咁多年嚟都係學習緊呢樣嘢咯。我相信而家俾個機會大家去再夾翻 band 咧，我覺得個故事又唔同噶啦，係咪啊？我相信一定唔同。是啊，一個中老的狀態，是啊，好。那不如我們聽下歌了。這晚願你逃離鬧市盛況，再次去放縱那輕狂，说说笑，年月在波浪，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从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切？几张脸掠过，未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是谁能让我可在宽广的未来，无惧地再去做？这晚与你回头望跌宕里，挤低眼，像呼吸都不对。我撑过了潮汐万变，感触得使我笑着落泪。唱的回音尚有，明日气候没法去预计，能否都珍惜一切？几张脸掠过，未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是谁能从我生的果，高峰的风景多美好，也共遍踏尘根土，在斜秒中仍一起看夕阳，约定未知那远路里，痛哭着时代飞舞。始终也明白最初，是谁能让我
Thank you。在那远处里听见那天真的笑声存在，让我再次抱紧你，再感觉到我曾是活过。望四周的身影如幻歌，旧照片的温馨情已不再，纵使它不可变改，人总要自爱，学会将悲伤追求得失换另一种感觉。直到鲜花都不再盛开，难免在路上遇到感慨，也许春天不会再来，冬天可会有谁期待？雪下来，就算秋风吹毁我默哀，怀缅盛夏是动人可爱，冷风中孤单作菜，去跟不风竞赛，我的初心仍未变改。在那远处再听见那欢欣的笑声仍在，让这过去说再见，那悲伤得失何曾白过。没有星的天空无人爱，没有风的风筝如何恋爱，却了解光阴不可变改，和新节奏比赛，自信可把我悲伤和抑郁毫无余地放开。直到鲜花都将不再盛开，难免在路上又遇到感慨，哪管春天不会再来，冬天总会有人盼望。雪下来，就算秋风摧毁使我默哀，怀缅盛夏亦是动人可爱，冷风中孤单作菜，跟不风竞赛，我的初心仍然未变改，我最精彩。再盛开，还继续路上遇到感慨，哪管春天不会再来，冬天可有你和我共同度过。直到秋天把酒观看月光，还有盛夏共你漫游海角，要怎经得起变化，把初心记挂，没有花的冬天仍旧似画，无用害怕。Thank you。 时代流转，这刻在这地，是否选中我？如何残缺结果，尚未到期，也甘心放弃。有一天星送双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薄翼在人海，被硝烟将脚步掩盖，旧梦
要沉默方不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明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时代流转，这刻在这地，是否选中我？如何察觉结果尚未到期？那甘心放弃？有一晚不懂得去准许，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沉没在泪水。乍醒始终落梦里，信仰强拆中消磨，片野仍冒着星火。残缺结果尚未到期，说不出放弃。静静仍是窗前，脑海的是谁像花在冬季睡眠，天边已泛彩霞，这一刻都是像画，但始终一个归家，转眼间太多的变化，人潮内听这闹市的笑话，瞬间所有悲伤都只觉渺小，慢慢学会世界若暂停仍不再重要，其实命运就像大厦，如都市幻化，凌乱如灯火中的密码，露台看看世界吧，这个天下闪匿风光不再吗？经过几多变化，夜幕来袭森林，这朵花不会盛开，
但始终想再喧哗，花与花，再不懂去爱吗？活在大世界化做的人，如此冷酷吗？ Oh no， 其实命运就像大厦，如都市幻化，凌乱如灯火中的密码。露台看看世界吧，这个天下用尽方法建立这一个家。每朵高高低低的花，为都市腐化，零落时找到它的代价。但仍有过美态吧，不怕倒下天边的一颗碎花。为谁而腐化？都市幻化，凌乱如灯火中的密码。露台看看世界吧，这个天下用尽方法建立这一个家。卑躬屈膝的花，为都市腐化，零落时灿烂这孤家。但仍有过美态吧，不怕倒下，花开花飞花似画，经得起变化。翻曬嚟，即係你又有心地將經得起變化同埋森林，係啊，特登嘅其實係咯，即係因為唱得成日經得起變化，唱呢只歌最尾就係森林，最尾就係經得起攞呢個題嚟就攞翻呢個題做嗰只新歌。我哋又試過一次有一個夏天做嘅 show 喺紅館一齊做嘅，有冇印象？哦，係啊，嗰個，所以我識少少呢首歌少少和音。咁但係就，thank you。但係呢個唔係重點，呢個重點係即係原來係經得起變化咯。原來好有意思啊！你揀呢個，因為大家就係由當時讀下啦。我係啊，粗口就係查下啦。係咯，到而家咁樣，大家滾下。咁就而家各自有自己嘅唔同嘅階段啊，爸爸咁樣，丈夫咁亦都係有唔同嘅。咦？你幾時做爸爸㗎？我唔啦，係咯，因為呢個世界，我覺得阿倫係好勇敢。唔係，我好認同你嘅，即係我都覺得阿倫唔係勇敢，阿倫係意外。唔係，但係佢諗法，我又認同嘅。即係其實，因為而家個責任好大啊嘛，你生小朋友。唔係，而家其實個年代係變咗好多噶嘛，亦都變咗好多新嘅樂隊出嚟啦。你覺得喺呢個樂壇裏邊咧，其實即係。夠唔夠多即係唔同類型嘅樂隊咧？而家我覺得而家真係多咗好多啦，係啊，即係個發展空間大唔大？你覺得而家喺香港夾 band？ 嗱，你發展嘅空間意思係可唔可以揾到食噶啦？即係揾到嗱揾食咧，我覺得呢樣嘢真係難嘅啦，係越嚟越難添。我灰底，即係你講下，我係覺得係啦，即係我想討論到係兩個層面嘅，即係阿倫話嗰個要討生活啦，即係揾食係我哋講嗰個層面之前，其實的而且確我都同意多咗樂隊冒起同埋。多元化了很多，即係譬如啊，其實譬如我係咯，我哋身後啊 ，Jackie， 我哋一齊去慕尼黑啊嘛，2019年，其實佢嗰陣時嗰隊樂隊叫做 Prototype， 係咪啊 ？Prototype Lab， 跟住譬如其實 Nowhere Boys 啊 ，Specials， 佢哋都係玩好多。啱啱做完超級秀，同佢哋又睇到佢哋音樂，所以話 band 彈已死啫，唔係話樂壇已死，嗰個唔係 band 嗰啲樂壇已死，即係 band 彈已死。其實唔會死噶，其實真係唔會死，只不過係。睇你有冇留意，其實都好多嘢發生緊。嗱，其實好坦白講，就係因為 Mister 大部分嘅人都係結咗婚同時有小朋友，咁同埋亦都係頭先你講嗰樣嘢，因為都好擔心小朋友嘅教育。
呢個就係所謂喺香港最貴昂貴嘅嘢。因為香港嘅教育你要俾好佢咧，要爭同埋要真係要好大嘅資金。咁呢樣嘢就係話，哇！如果我廿幾歲、十幾廿歲，其實當你冇咁多呢個包袱嗰陣時咧，你做你其實當然係冇問題啦。即係嗰陣時我入行嗰陣時候，我記得我廿八歲入行，我户口係20,000冇曬。因為要入行要買衫，要冇衫 sponsor 自己買，未有啫嗰陣時，廿八歲即係得零啊，跟住顧客零，然後大家兩個飯盒一齊 share。咁但係因為我哋嗰陣時係冇依啲包袱啊嘛，然後譬如去到我哋而家依個年紀，好似爸爸媽媽咁樣就退曬休，咁然之後就開始你睇到佢年老，即係嗰個哇！如果我呢個年紀走入去，真係純粹喺一個喺夾 band 依個層面，如果你要討生活咧，我覺得真係。不是咁容易咯，非常難，係啊！你睇 KB 咁多飯，所以我不嬲都好佩服佢嘅，變色龍。我唔係，我只不過我唔想再經歷嗰啲一個飯盒兩個人 share， 係啊，同埋我唔想再經歷咧，即係要打俾啲朋友咧，即係要過1蚊俾你，等你可以撳到一嚿出嚟，即係啦。我都經歷過曬呢啲嘢啦，以前真係講真，過一蚊即係爭即係99蚊啊！係啊，跟住你可以揾啲朋友，過2蚊嚟，咁你可以撳到即係一嚿出嚟，2蚊過到嘅咩？但係即係而家都唔同曬啦，咁即係譬如咁，你都即係譬如頭先陸浩都講咗啦，即係而家即係大家都講咗以前夾band同而家夾band嗰種，即係而家可能係比較幸福啲嘅某程度上，即係你多咗好多機會啦。咁你有冇你而家點樣睇而家嘅樂隊同組合咧 ，Alan？ 即係我覺得有青春就係本錢，即係就等於我哋諗翻起頭先好感觸咁諗翻起以前，因為我哋有嘅就係青春同埋真係可以死就死啦嗰樣嘢。咁其實我覺得新一代嘅樂隊全部都係好年輕噶嘛，咁佢哋去想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最緊要有火有 feel 啫嘛。反而有時就見到，即係譬如有時參加一場歌唱比賽、樂隊比賽咧，做 judge 咧，好多都會問，調翻轉問翻你啊，其實你 feel 到佢好想紅啊，佢想紅，佢想出名。我好明白。係啊，咁你接觸到呢啲咧，你就覺得其實呢啲其實都會嚟緊都會慢慢被佢淘汰嘅啦。六號，但係你哋入行嗰時候，個個都有正職噶嘛？但我都因為呢一個好擔心會冇收入咧，同梁仲德Mark 哥去坦然咁講呢件事，因為嗰時候簽約我自己頭先提到啦，比較規模啲，比較耐啲，會好擔心。我都唔怕講，我嗰時港台份工16,000月薪。咁我其實身邊100個朋友都支持我。哇！這個機會好難得，你就去追呢個機會啦，擲握緊啦。但係有一個前輩係其實萍水相逢嘅啫，但係一個導演嚟，佢話：你有冇諗過其實你簽約之後，你就港台份工補唔到，你就會冇錢拎翻屋企啊咁樣。咁我就圍住呢一個所謂16,000呢個煩惱就拎出嚟講啦。咁其實阿正啊、魏森都會幫我一齊諗下點樣搞。後屘嗰件事又去傳到去阿 Mark 同埋阿輝雄哥度咧，咁佢哋就話出月薪，其實係一個解決辦法嚟嘅，唔係月薪嚟嘅，係佢考核我，佢話你喺港台拍嘢噶嘛，咁你可唔可以試下幫我哋藝員嘅同我哋嗰個嗰時唱片公司嘅歌星去拍 MV， 咁就有一個考牌咁樣咯。咁個考牌第一個俾我做白老鼠就係阿 Steffi 咯，要同佢講翻聲對唔住，因為佢拍得唔係咁好。即係你嗰日拍 MV 就係成件事啊！佢嗰時好，即係嗰時好多嘢發生，好多 happening 先嘛嗰時。咁就之後就都有譬如自己嘅樂隊啦，跟住死黨小肥啦，都有陸續拍啦，係咯，咁啊 Carrie 有一個啦，KB 嚟幫手啦。即係咪當外快咁樣啊？其實係嘅，但係都有啲經歷就係你唔係次次都有每個月都有歌星出道噶嘛。咁嗰陣時同啲內部啲溝通就係，我都以為真係月薪，即係都同阿媽講，喂，你放心得㗎啦，唱片公司好通融好通達。咁原來唔係嘅，同阿媽講係因為我其實瞞住佢嘅，即係簽約呢件事。咁嗰個月薪嗰件事根本就係大家都係好好咁幫我諗解決辦法咯，咁即係譬如一次過就簽幾隻咁樣，咁做曬，跟住當冇歌手出碟嘅時候，又可能白過一陣，咁我坦言我2007、2008係比較難過啲嘅，即係自己喺經濟上係咯，都經歷過呢啲嘢咯，其實大家都加上你諗翻起我哋夾 band 係都係以前最冇錢嗰陣時候。一班人一起玩是最開心的嘛。band 房錢都冇錢交。係咯，即係呢個感覺是而家即係唔係咁難，唔係咁容易有咯。咁所以捱係冇乜所謂嘅。梗係啦，係啊。總之有啲嘢係捱過，然後將感覺擺翻落作品度，
其實咪係一個故事咯。咁就不如咁樣啦，而家即係都唱到咁多自己嘅歌啊，同埋人哋嘅歌，不如我哋唱試下唱，即係可能兩隊即係你哋中意嘅 band 嘅作品啦。好啊。永遠有一個吻未上，有些燭光未燃亮。若愛太苦要落糖，吉他斷線亦無恙。To hurt someone, to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若要錯失永不能守，得到也不代表长久。假使快乐有尽头，痛苦也未会不朽。寂寞半点，假如不能承受，这生命注定过得不易，笑与泪亦有时候。你说不再听情歌，不想再经历这漩涡。假使抱住你拳头，到底也没法牵手。就是为了追求一时平静，将感情隔离半点，感动都扼杀，没法承受。永远有不妥协伤口，有些憾事不放手。若你太刻意淡忘，越会补不到缺口。 Why don't you just hurt someone, just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最好的尚未来临。人无法走过每天，为求没有带着遗憾活到终点。就是你让感觉从此不再简单平凡，到处也是彩色，只因岁月引诱你我的足迹。情从未变，历练了多少变迁。还记得当初的手臂，满载了浪漫与欢喜，好比樱花盛开日期，我会替你统统储起。愿你没有牵挂远飞，在地平线上也有我为你打气。去吧，我会永远珍惜你，直到下世纪。人无法走过每天，为求没有带着遗憾没到终点。就是你让感觉从此不再简单平凡，到处也是彩色，只因岁月引诱你我的足迹。情从未变，历练了多少变迁，愿某天分享这忆记，
在远处共你在嬉戏，告别重聚也有日期，你已为我写上传奇，愿你没有牵挂与悲，在地平线上也有我为你打气。我想問咧，你兩個係咪第一次一齊 jam 歌 jam 咁耐？真係應該係第一次。即係如果唔計隊友 Mr. 龍 Rubber Band， 唔計喺做 show， 然後我哋係自己兩個人揀歌或者去拼湊呢一件事嘅 rundown， 應該係第一次嘅。係啦。咁其實咧，我自己咧係好開心嘅，非常開心，因為我恨咗呢樣嘢好耐。係。因為六號其實佢即係唱歌，佢一路以嚟即係樂隊界裡面咧。我覺得他真的最厲害的那個，可以跟他兩個人即是不一定要選樂隊的歌，反而是我一直都很期待，而今次這個機會即除了我們唱樂隊自己的歌之外，其他樂隊有選一些不同 的歌手的歌，然後我們大家這件事是很識英雄重英雄的感覺，我很其實這種很好好好 feel， 因為玩音樂喜歡音樂其實就是同一啲自己欣賞嘅人，又或者係係咯，好似我哋今日咁樣，係咯，個個全部握手欣賞，係啦，係一件好 high 嘅事嚟。出首歌啦，兩個主音歌手合唱，講咗成十幾年，講咗十幾年。最初我都唔知誒會係邊一個誒係困呢一個呢一 part 位，即係唔知呢張凳係俾佢坐嘅。最初誒應承到嘅時候，係啊，嗰陣時係咩？哦，係啊，即係幕後嘅主腦同我講話，其實係 Alan 嚟嘅。跟住我，咦？都期待喎，跟住即刻。如果係可以，即係真係希望可以喺不久將來，因為其實我哋自己樂隊都計劃緊誒。幾時啊？幾時啊？四月頭啊！四月頭，期待誒，好期待。合唱館其實係一個都籌備咗好一段時間嘅。而家正念而行啦，即係如果嗰陣時希望疫症真係可以得到一個。幾時買飛？就將會盡快公布。我諗呢條片出嘅呢刻當下應該都有，即係內部認購或者之後嗰啲公布出嚟，係啦。希望大家留意我哋啲Facebook 啊、IG 啊，諸如此類嗰啲。因為你坐一半，咁其實兩場嘅人等於一半。係啊，但係我把聲又係咁樣去撞擊嗰啲高 key， 我都係，所以我你高 key 人嚟㗎嘛？你係我係你哋有個嘉賓係小肥同埋阿柏宇啊嘛？柏宇係啊，柏宇啊，柏宇係啊。咁啊 ，Jason， 佢哋嗰個唱歌老師好似有啲堅料，即係我都諗緊係咪去拜一拜會。你仲要學唱歌啊？我覺得要啊，梗係要。即係你想再高啲啊？我想再有好多嘢我都想學嘅，即係譬如見到十三，我見到就即刻諗起 Alicia Keys 嗰啲 R&B feel 嗰啲歌咧，我係好恨學嗰啲啦。哦，即係你講緊係嘅風格問題。風格又好，或者保養把聲咯。其實即係等於運動員咁咯，佢一定有個 coach 即係幫住佢咁樣。即係反而即係職業歌手反而應該係需要一個，哦係嘅，其實都係，我覺得要，都係嘅，有時保養先，保養襟熬啲，然之後再去拓展一啲自己一直都好想去嘅啲領域，係咯，所以我有時就係做自己嘅 project， 就係做啲唔同類型嘅歌咯。我就係都 keep 住想俾人知道布志倫呢個人，即係除咗 Mr 嘅 Alan， 即係Mr 有可能唔係成日都俾大家見到嘅，但我仲係做緊音樂咯。即係因為我自己知道，其實啊，除咗音樂呢樣嘢之外，我諗都冇乜嘢可以令到我覺得有開心。即係其實點解會有我哋喺度？點解會有 Mr 同埋 Rubber Band 係一定有一啲經典嘅樂隊咧，而去俾到 inspire 同埋 influence 我哋啦？不如我哋而家就向佢哋致敬翻，唱翻佢哋兩首歌嘅 Medley。这火车中再重逢你，迎着你那次花气味，
难停下梦醒一期，玻璃窗把你反映，让眼睛可一再缠绵你，无奈你哪会知我在凝望着万千传奇，愿永不分散，祈求老轨当中永没有终站、哦、盼永不分散，仍然幻想一天我是你终站，你轻倚我告诉你知，心里面那个意思，多渴望可得到你的那注视，又再等一个站看你意思，三个站怕你会知，千个站你却似情未曾知，愿永不分散，祈求老轨当中永没有终站、哦，盼永不分散，仍然幻想一天我是你终站，你轻倚我臂是这天灯影串串，布张雪今天的姿彩比美当天，用了数天反复百遍，我将心声附加祝福瞬间写满，伟业都自在美洲，很多的打算，马林活在澳洲，天天温暖，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温暖，多么多么的温暖，快乐人共并肩，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温暖，只要愿幻想彼此仍在面前，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温暖，多么多么的温暖，快乐人共并肩，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温暖，只要愿幻想彼此仍在面前，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温暖，多么多么的快乐人共并肩，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温暖，只要愿幻想彼此亦在面前。多謝今次 Alan 和陸豪有拍檔，thank you，多謝大家，多謝啦，多謝多謝，陪我哋玩，係啦，好好玩啊，係啊，同埋今日最開心係亦都係有兩位非常之好朋友嘅樂手朋友啦，Andrew，多謝，記得曬Andrew啦。
亦都有我哋後面嘅阿 Janice Man 個表弟 Jackie Man， 係啊，好似樣嘅，除咗口罩。係啊，其實係有啲似樣啊。咁就大家記住咯，如果你想睇邊個歌手或者聽啲咩歌咧，就記住喺下邊呢度留言啦。仲記得 follow 埋我哋 Facebook、YouTube 同埋 IG 啊。Three, four， 下星期 Music Panel 再見，記住講拜拜啦，拜拜。記到啊，記到啊，記唔記得？記唔記得？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Music Panda Day.